最重要的就是每个香港合资格选民都有他投票的权利，在行使权利的同时，其实也是履行他作为香港选民的责任。这个最大的原则事实上也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民主国家民主地区他选举制度要服从的履行的一个大的原则来的。我看最重要的就是大家出来踊跃投票，我们有这样的权利，我们有这样的责任，我们去行使好、履行好。